Petra. Sì.我们听那个声音，这个他们以为那个声音会很大。这个录音的效果怎么样？还可以吧。可以更近一点，我放旁边来听声音。你声音不大吧？一个听得到，这么近。哇，还有一个靶子。随便打哈，嗯，随便打。这个拍出来的视频大不大？体积，它这个是60x480的。羊骨2050，这个螺丝完全没有办法去上紧，那老张怕的这个引呢打得有点问题，这上面这个引距比下面这个短了1毫米，短1毫米，对呀、啊，1毫米，你想想1毫米这个轴来讲的就太恐怖了，所以我很想把这引全部用电火花去弄，成本太高了，没办法，你要进度嘛，你这个轴你必须要非常滑，你看这个，因为它这个不标准。没办法，你看上面就滑动不顺畅，下面这个就是标准，比较标准了，但也还是有点问题，就有跟这个有差距，你看下面滑动就很顺畅，上面这个就不怎么样，所以用电火花做的话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，那些距离啊之类的应该都是没有问题，OK， 就这样哈，啊。